大家好，本技巧将介绍如何快速让工作簿不可见的操作。用户除了可以将重要的工作簿加密保护外，还可以将工作簿隐藏起来，其他用户就看不到了。下面介绍呢具体操作方法。隐藏工作簿，打开需要隐藏的工作簿，切换至视图选项卡，单击窗口选项组中的隐藏窗口按钮，即可将该工作簿隐藏起来。显示工作簿，单击窗口选项组中的取消隐藏窗口按钮，打开取消隐藏对话框，在取消隐藏工作簿列表中选择需要显示的工作簿，单击确定按钮即可。